男人想要混得好，头发悄悄向后倒。今天来做一个叉烧排骨。第一步，先用你的左手切半个洋葱。再用你的右手切一个生姜片。洗净的排骨下一勺盐，来点胡椒粉，再往里面下葱姜蒜，加点白酒给它增香。这里面一斤半的排骨配一包叉烧酱90克。昨天我做了叉烧肉很好吃，9.9米2包，19.9米5包，很划算。给它抓拌均匀，腌制半个小时以上。感谢大佬又悄悄对着屏幕点了2下，谢谢你。电饭煲里面下洋葱和生姜片，这洋葱会出水分啊，所以说昨天有人问我说那个叉烧肉是不是加了水，不是哦，洋葱呢防止糊底，而且呢增甜增香。再把排骨悄悄倒下去，扣盖点煮汤键40分钟，等待效果。现在楼上楼下已经闻到香味了啊，开盖。哇塞，你看啊，能够脱骨，想不想来一口？这叉烧排骨配饭，嘎嘎香。好了没有啊？我要吃。玉伟拍完之后给你吃哈。好吧。不错，学会了这个叉烧排骨，你家餐桌上又多了一道创新菜。如果再学不会，我带着排骨去你家教你吧。